大地工商为着要给学生发挥爱心，甲家己的专长，今仔日就伫斗南镇的顺安宫来举办关怀社区的活动。学生除了清理社区的环境以外，佫特别准备好食的美食来给大家吃。今年做幸福的学生嘛，提供免费加头毛的服务，好正侪民众拢来甲现场斗热闹。借着这个活动，也希望学生在有能力的时阵，也会当为咱的社会尽一份心力。为着学生发挥专长，而且更加认同家己的社区，斗南的大稻工商每年拢会举办社区关怀的活动，亲像今日都有真侪学生囡仔来到整理社区的环境。借由这样的一个社区关怀的活动啊，让孩子亲身的来执行对于社区的关怀，以及锻炼他个人的品德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活动哈。所以我们每年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。你除了整理环境以外，今年活动嘛特别扩大举办，除了有精彩的舞蹈表演以外，餐饮科的学生嘛准备米线糊甲烧茶，给居民享用。活动现场阁有提供免费夹头毛的服务，吸引不少民众来参加。太爽！包括我们有义剪的活动，那么我们稍后呢也有提供我们学校各科专业的一个制作哈，包括像餐饮科的一个专业的制作这些好的这个。产品呢，学生的一个作品呢，能够提供给我们社区的民众来一起分享。老师表示，对学生囡仔来讲，这是一个真好的经验，嘛希望透过参加安尼的活动，在未来出社会了后，学生会当发挥伫咧学校学到的技术。第一次参加艺术，艺术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我觉得蛮有算一个经验的，还蛮新鲜的一个经验。让学生在平常所学的方面呢，可以得以发挥，而且可以融入社区，关怀这些老人或者小朋友，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实务经验，让他们在未来进到社会上之后，可以直接进到产业里面去做这样子。校方表示，因非常重视学生囡仔的品德教育，未来也会继续举办关怀活动，希望透过这款方式，让学生囡仔学会晓感恩、惜福的重要。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。